看这没什么好吃的。掌握了这个哈控猪的诀窍之后，基本上通关就不是太大问题。除了像刚刚那种手残啊、少转一颗啊之类的那种一些很耗带的问题以外，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啊。嗯，我明仔载要无闲，要无时间咧滴滴啊唧唧耶。啊对哦，请各位这个对。记得要帮百姓投票啊！百姓那个入围斗争特工最佳导师奖哈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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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多多支持啊！就进去按个赞而已啊，没有什么。对，很简单很简单。哦耶，像这个叠不叠都不重要啊，柱子直接把我吃掉了。你好像没有叠珠，有没有？上面有没有到？它只能转两，转三颗，就讲错了。对，这就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哈。哦，六。哦，没有叠。转。哦，所以我说叠珠比较难，是在讲这个。哦，用到右下角也是一样很糟的一个现象，因为它只能转两颗。啊，对哦，怎么转到下面去啊？他那个熊。啊呵，我刚才产生两颗，啊不过剩一个在卡卡角，这是一个不是很妙的现象哦。哦，好你搞在，你没有反应够紧。还有史莱姆不止一个，对啊，我有很多史莱姆，因为之前练技，对啊，有那个习惯。嘿，哦，没有叠，我看到没有叠，它掉下来就直接的。而这时候逼不得已被放在卡卡角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珠子太多了。哦，基本上我做两个强化珠，所以我可以直接消掉，一样天空会掉两组，所以没差。第五关了哈。先包回来再讲。哦，天降也是可以，也算是补血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高贵啊呢，啊不过强化珠弄不起啊，透诶，强化珠不见了，这时候先不要急着消那个木珠哦，啊也不要消新珠哦。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再一次哦。哦，这个木珠放这个位置应该是 OK 啦，现在就有两组木珠了哦。我的个人的判断，这时候还是不适合做一波带走的动作，所以我做两组强化给他。
五连珠哦，它大概剩一半左右。不要把我误会哦，不要把我消掉。OK。犹豫了，要一波带走吗？各位，到底要不要一波带走？到底平民百姓是否能够一波带走呢？到底呢？到底呢？这是个可怕的抉择啊！他打我大概10000滴血。10000，刚刚好10000左右。嗯哼，你懂的哦。带走？不好吧？你想骗我鸡鸡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你们的用意对不对？砍价不加好钱呢，漂亮的回复力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平民转租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来啦 ，Are you ready? Are you DD?No, I'm boy. 弟弟就是 boy 啊，弟弟 boy。切一下哦。哦，三 combo， 天降六 combo， 来吧。那没切的啊，那没切的啊！好加在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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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K， 哦，我的龙科没有达标，这样都可以过关的。难道你们还不能过吗？哎，第二个技能不能发动，我刚少配一只是不是？一只三成就啊，然后龙科失误啊，然后三康博啊。哦，原来我是装一颗哦，他们才在讲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故意的，早装一颗都可以过哎，绝对不是忘记。奇怪了，哎，这颗是圆的、哦，刚有点斗鸡眼了，看不太清楚，对不起啊，分明就是这样，忘了，没有了，那到欧贝兰讲。